那我先抽了，好吧，抽吧。盘点士大夫那些年被齐心击倒的战术性手抖，首先是第一弹。I want it here to be the wind I fall. I want it here to sing me through it all. 再来是第二弹。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给你很多的精彩，就在我们的太子直播间。诞生于新兴时代，具有超大潜力，舞蹈、唱歌、编曲、作词全面发展，拆得了综艺，拆得了。同样的街道，同样的暗号。同样的微笑挂在你同样的嘴角。最后压轴第三弹。还没好好的感受，却化成旁的气流。一刻
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，是我们爱的小永远。我不太了解誓言，不问明天有多远，每一刻都是永远，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。首先让我们来康康专家对同穿一件衣服的解释。听到了吗，各位大姐，那叫做以身相许。然后我们再来康康齐心不完全统计的共衣。哦天哪，两个小朋友真甜。然后我们再来康康今年十一马老师发的微博吧。各位大姐们，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找到精华？2月24是丁老师的生日，然后马老师发的歌曲叫喜欢你，歌曲时长是2:24。下面这个图片是由姐妹在齐心超话里发的，仔细看内容。然后马老师的微博发了一个月亮的图案，按照那个姐妹在超话里发的，如果马老师觉得丁老师可爱的话，发微博的时候就带一个图案，结果马老师真的发了。是马老师唱的歌的歌词，不得不感叹一句，马老师你好会呀。在超话看到有个姐妹解释了一下马哥发的那个月亮脸的表情的意思，翻译过来就是喜欢亮亮的月亮，还是喜欢我呢？所以大姐我磕的 CP 第一甜，结尾有个小彩蛋哦。丁老师你要记住你说的话哦。